们今天几个小姐妹在一起聚会，她们安利了一家就是吃日料的店，说挺好吃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来了，就是随便帮你带上的。其实我们都是个陪衬，我是个开车的。反正看起不大的，里头感觉房价是挺好的啊。这是我们提前是预定好的。哦呀。我在这里已经做了20分钟了，都还没有上菜。然后他们说要点，然后是现弄的，因为这个我第一次吃啊。有没有吃过的？没有吃过没？我没来这第一次吃呀。上菜了。对的，那还好，那个我以为是这个九份儿，九份儿这个是九份儿吧？今天真是仗势。这样我们都是饿了吗？是的，是的，都饿了，真的饿了。有啥子嘛？这是生日肉，就那么直接吃了，不蘸了嘛？就蘸这碗应该。你想蘸蘸点芥末也可以吧？我蘸点，我蘸点芥末看。你吃不吃得来哟？我用蘸芥末了啊！不用蘸芥末了。它里面就是酱了。尝尝嘛，吃不吃来尝一下，晓得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不？这个好吃啊！啥酱？啥酱？我来来个弄。花生味的都是啥酱？这个生牛肉好吃啊！来吧。我们真的上多上两个菜嘛？你也是好生哦，我这个是当天。我们上了一个菜沙啊，我们决定要等一等再吃了。我前几天说他们有朋友结婚。忍不住三秒都失败了。我觉得你们好饿，我想吃个东西。谢谢。这啥子香嘛？芝士香。来给你留一个，不然他们的香都快快了。我们各说各的，我们是一人一个。谢谢。我看过。哦，这个是鱿鱼。芝士香。鱼的香啊。好吃好吃，味道真的甜啊，好甜。这啥子？这个海草寿司。好的，这是三文鱼吗？这是我最爱的三文鱼寿司。我有点果酸哟。我也吃三文鱼，你吃三文鱼还是吃哪个？香吗？一口吃，好吃。这个一定要吃，我跟你说嘛。这个海草嘛，干的。王大哥，这个是不是你？海草。可以啊。你跳过海草舞吗？不能七七八八。来一样吃一样是吧？新菜哦，这个硬菜不叫新菜，那个叫生章鱼，生的哈，冻没得？不可能，我尝冻，硬吃那不太行。它宰都宰了，还冻？好吃。就哈，哇，芥末好冲！你觉不觉得和我们在广州吃的那种感觉啊？哎。这个啥子？三文鱼，我的最爱，还可以切那么厚，太咸吃了。嗯，好吃，好还吃。嗯，这个生蚝也是第一次吃啊，我看罗大姐他们吃还是那么久的。吃不起来哦。吃不了。这种味道主要是，还是弄的芥末。要不要弄芥末？我没弄。不要弄芥末。那你吃不上去。怎么样？你干的干的很多。好吃，很嫩，很有咸。吃到没有？吃到了，真的。快吃上的了，看桌上那个盘盘满满啊！我们吃了一个多小时啊。总的来说，这次自助餐，挺不错的啊。菜品挺多的，然后就是口感也挺好的，我们可能下次还会来的，比较满意啊，走吧，走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，再见。